早就知道了，走。哎呀，郑师傅，郑师傅叫你，胡说八道。好，是第一局的后半段。你也是。好，没问题。快快走。来，四边预备，开始。楚那人弹琴也够长，能不弹琴不一般吗？怎么弹？你俩，你俩去哪儿啊？我腰不会折的，我走到这儿，然后谁说你们想的？你俩到时候不飞了啊？我是因为这不是山啊，那雾啊，飞一下子。男友力啊，然后呢？你也不累，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怎么着这玩意儿？那确实，你这谁大美女行不行呗？是不是啊？影响我发挥。五、四、三，表情管理。笑不露齿。你现在演吗？好行啊！凌晨怎么下手这么狠呢、啊？他下手真的太狠了，真是太伤了。见我小兔。再说我巴掌可就不客气。凌晨怎么下手这么狠啊？
听说今天有人表白，我羡慕吴飞，冲了一下月出来演唱会啊，带队啊，演唱会啊，对，One Two Three Four，来牛哥，One Two Three Four，来来往后撤，哎。三零幺宿舍的石小春，我喜欢你。2020G805系的石小春出来，我兄弟喜欢你。李敏，谁喜欢你？石小春，石小春快出来！石小春，石小春，想走去。好，这块多。不行了，石小春。没事，我看解释一下就行了。来，啊？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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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无语，教不了一点。欢迎公主重归人间。萧木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？准备好重新生活了没？现在的骑士都是骑着摩托车来接我的。那不然呢？怎么带你兜风啊？哎，小姐，不知道我送你回去。回去告诉妈妈，我要跟男朋友约会去了，买点火锅。说什么？男朋友？不然呢？哎，这种告白的机会应该交给我才对嘛。走吧，走吧，吧。好的，公主殿下，走了，坐稳了。好，你慢点去蹭。老婆又到了。接下来开启精彩演唱。